很好奇，为什么画壁画前大家都要把墙画成这样？今天我就要来和大家解密胡乱涂鸦法。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，装上喷头，在打好底的墙面上随便画一些符号，真的是随便喷，有东西就好。再来打开你的相机，对准墙拍，记得把相机里的参考线功能打开，保持水平与垂直。再来，我推荐你们下载这个 APP， 先把刚刚拍的墙面照片置入，再置入我们要画的线稿，可以依照个人需求调整大小，找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按保存，你就会获得这么一张照片。这些符号的方式就像是定位点，你可以看着这张照片，用连连看的方式把每个点连接起来，不要急，看准了再喷，这样就结束啦，是不是非常容易呢？那这只是壁画构图中的其中一种方法，还有非常多千奇百怪的方式，我都会在我的线上课程中一并教给你。如果你想要学习的话，欢迎加入我的课程，现在正在预购中，可以享有5折优惠，这个价格错过就没了。好，我是若欣，大家下次见。线稿都打了，我就顺便把它也填完色，是否要3点哦。